念经、诵咒语、祈请文、念仪鬼时，怎么开始黄庭的功法？这个，我们的真心在黄庭一点，说是你在开始之前，先修指关、颅脑腔放光、胸腔放光、下腹腔放光，那这个我们叫头光、身光、背光就出来了。 只有在这个光中，再用下提上提上提下压，然后观自己的黄庭，用呼吸法的吸闭内呼压到极限的时候，没有呼吸了，黄庭才会打开。也就是只有在胎息的状态下，黄庭才能真正的打开啊！所以这个要一定要大家要练着火灵热。 保平气，啊，那这个就是你要有这个功夫才能真开黄庭。不是老师不教你，开始你知道黄庭的，那你没用，你进不去。窍诀是眼光黄庭，耳听黄庭，眼睛观黄庭，放光在黄庭，耳听黄庭，肾气。耳是肾开窍的地方，肾气地气到了黄庭，但眼观黄庭为光为神。 耳听黄庭为气，啊，那么再把自己的这个会阴三角肌里面的精华提升上来，精气神三者汇合到黄庭，黄庭的莲花才打开。少了一样它都不开花，啊，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这个，呃，外面种鲜花一样，你一定要有阳光，你还要有好的土，啊，地气要上来。 所以说我们在楼上养花就不如草地上、野地里养花。为什么没有地气？我做过实验，在楼上长得特别慢，拿到第一层楼那长得疯快的，没有地气。花开也是这样开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涌泉练通，把会阴练通，把肩颈练通，把百会练通。肩颈百会来的是天光，涌泉会阴来的是地气。 天光地气汇合在黄庭，再加上自己的念心相济、静念相济、心意下功夫，然后打开啊。那么呼吸一定要由上提下压，最后到没有呼吸，黄庭才完全展开，那朵花才开啊。 说是前期虽然给你们讲了，未必你能够打开，但是无论打开打不开，你耳朵听，眼睛观，呼吸在那个地方，念兹在兹。啊，静念相继在那个，也是有一点信息量在那说是在这才开始念咒语，啊，不要在嘴上念，不要在颅脑腔念，不要在身体外面念。 都是世人行邪道，那你要关着黄庭诵念，关着黄庭诵念，由黄庭一点，它瞬间可以往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三百六十度释放，三百六十度共振，声音它可以三百六十度共振，光它可以三百六十度辐射，啊，气也是可以三百六十度传导，啊，那这个时候。 才叫心咒，才叫力量，才真正的打开发界了。因为你进入了众生心中心了，因为你的心跟众生的心是一个心、啊，你就能够打动他了，感动他了，能够降服他了。啊，这是真正的佛密中的至高之密，叫心中心的密。有本经叫《佛心经》。 你们可以先去看着，但是里面前面的手印咒语可以暂时不看，后面几个章节可以看，有些诗句可以看，啊，不要对着它练，因为那个要有传承。但是至少你们会知道，这个是有来历的，不是张老师自己的东西，啊，它是真正的佛法的核心的核心，啊，所以说那这个方法是这个样子，啊。 方法是这样，当然这里面你们在二年级，我们会，呃，给大家一些技术方法，帮助你们来完成。